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 May 姐闲话家常，我是 May 姐，Design Director from Middle Square，大家还好吗？看一下谁已经上线了，还看不到谁上线，上来了的朋友们可以打个招呼。OK，大家还好吗？再过几天，有一部分的朋友应该可以回去上班了吧？但是我们呢，四个字可以形容了就是过关斩将，还需要一段时间呢。我们要做一些处理一些文件上的问题那Middle Square 还是会继续在这个直播平台与线上的朋友们分享更多新的产品和装修要注意的事项和 tips 不管今天你是不是要装修房子，或者是你的朋友要装修房子，还是你的朋友的朋友要装修房子，记得帮我们分享出去。帮我们分享出去，请更多的朋友进来看我们的直播，那么可以了解更多关于装修的大小事。进来的朋友，哎，嗨，Patricia，谢谢你，美女你好，怎么样？今天有没有那个主播的架势？哎，们你好，哎，哇，谢谢你们上来捧场哈。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哈。我们也必须一直的更新 update 更多的资讯，在线上的朋友们，就好像以前我们 designer 用那个就是手画图哈，用手画图，然后后来呢就用电脑画图，现在还能给你不一样的感受哦。刚才进场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 virtual tour，就是给你不一样的视觉感受啦。如果想要我们设计师帮你设计这个 visual tour 的话，请 WhatsApp 我们的团队吧。那你 WhatsApp 我们的团队呢，我们的设计师会联络你们。Hello，丽娜你好，阿英你好，凯泽你好。那你们可以就是 WhatsApp 我们，OK，WhatsApp 我们 screenshot WhatsApp 我们。哎，这个不是啊，是防错，不好意思。这个呢是哎，这个。如果你们要拿到这个 visual tour 的话，你们可以 WhatsApp 我们的设计师了哈。那我们的设计，这是我们的设计团队，我们的设计团队呢都有5年以上的设计经验啦。那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上来我们的 Facebook Live 的话，请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page，然后分享出去给更多的朋友看哈。还有，你可以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这是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有不同的主题和设计风格与你们分享啦。OK，刚刚进来的朋友们，记得要帮我分享出去哦。今天还有礼物要送哦，待会我再告诉你们说这个怎么样送这个礼物。记得你要 tag 5位朋友哦，在我们的 Facebook comment 那边 tag 5个朋友，然后分享出去，分享出去你就会有机会赢取什么呢？20块的 NTUC voucher。OK。那我们的 top fan 每个星期进来看我的朋友们哈，记得你们要分享出去。Hi Chan Kang Po Patricia Cha May 姐姐，谢谢你。OK，好，谢谢你。记得帮我们分享哦，打了招呼之后就要去分享了。tag 5个朋友，然后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进来看，那我们才可以开始这个直播嘛，然后还有20块的 NTUC voucher 哦，记得哦。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像我们的生活中，不管你是在什么场合啦，都会接触到不同的那个设计那些建筑材料啦，尤其是在shopping center 啦、hawker center 啦，或者是office 啊。那我们的房子内比如地板、桌面、墙壁，还有橱柜。那我们都会想，哎，要怎么样去选择对的材料？哪一些是有抗菌的功能呢？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How to germ-proof your home with the right choice of material？橱柜也能抗菌吗？哦，有没有人听过橱柜可以抗菌呢？真的吗？科技真的那么厉害吗？可以抗菌？尤其是在这个 COVID-19 每个人都听到病毒，哇，听到病毒就很怕了大家都很怕，那很当然会有这个疑问嘛。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的合作伙伴 Admira 与我们参与这个星期的直播。Admira 是新加坡其中一间历史悠久，还有数一数二的laminate 供应商啦。我指的 laminate 不是那种
你拿那个电话，哎，拿那个什么 IC 啊，或者是你的 certificate 去 laminate 那种 laminate 嘞。我不是讲那种 laminate 啦，我讲的 laminate 是这个，我们也叫它 HPI， 就是 high pressure laminate。OK， so laminate 通常是用在哪里呢 ？Laminate 其实通常是用在你的橱柜上啦，就是多数我们的家里面的衣橱啦、厨房橱啦、电视机柜啦，或者是墙上的那个feature wall 啦，多数都是用这种laminate 啦。所以这个 laminate 可以有什么功能呢？其实它可以美化那个房子。再加上可以有让你的造型，就是你的外表啦，造型哈，那个设计风格更加明显了哈。那今天我们看一下，朋友多了吗？朋友多一点，那我们就请这个我们的 Amira 的代表上来。OK， 我先打个招呼吧。Hi， Lina， Hello， 哇 ，Lina 你很 on 啊，帮我 tag 了朋友了，谢谢你哈。还有其他的朋友们，记得帮我 tag 一 tag 你们的朋友， tag 五个朋友。Hi Desmond Heng， yeah， 谢谢你。OK， 来，朋友们，线上的朋友们，帮忙给我一个掌声。那么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我们的 Amira 的代表，非常荣幸请到这个Laminate 的龙头老大哈，上我的这个直播平台来，我们大家欢迎他好不好？Hi Kenneth， 你好。Hi Kenneth， 你好。Hello May， 你好。哎，我发现到你戴那个手套是为了要 Jamify。要我怕有细菌。不用怕了，我们今天会讲到那个怎么样去understand 那些 germ 的 antibacterial 的 laminate 咯。哦，这样子哈。OK， 那好，我快把它拆掉， 不然很热嘞，我以为哦。怕我快点戴住那个手套来动这些东西，原来是可以防菌。那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到这一点，对不对 ？So Kenneth， 非常感谢你们 Amira 能够参与我们这个直播啦哈。我知道说基本上 Amira 就是跟很多的室内设计师，还有就是跟 architect 啦，还有跟就是 carpenter 啦，做一个很好的长期的伙伴啦。好，那在这里介绍一下大家吗？对，我是 Amira 的 Marketing Manager。Amira， 刚才 May 所讲的有永久的例子，已经有差不多45年了。我们是专门销售那些 High Pressure Laminate， 有 offer 不同的 design 啦，就是说，等一下我们会稍微introduce 我们的那些 Laminate 下，我们的公司，好 ，OK， 哇，45年哇，就是1975年就已经成立了，对不对？1975年，对啊，以前算是新加坡的老招牌了，说以前没有老大了，就是好像来四大，好像四大天王这样的，四大天王 ，OK， 好呀，请到老大上我们节目。Okay. 那这个1975年啊，哇，我刚刚出事不久，哎，不可以被讲嘞，讲了暴露年龄了，哇，这样的感觉嘞。So maybe 我们介绍一下公司给大家知道。哎，等等，在我们介绍之前哈，我在跟一些朋友打交道哇。Hello Jay, Jayden, Desmond, yes, Frankie, hello, Chan. 为什么我戴手套啊？制造效果。Hi Jo， 谢谢你。那好，我们开始介绍一下你的公司怎么样 ，Amira？ 你会 share 我们一些视频对吗？对。那我们来看一下 ，Kenneth 帮我们一些 share screen 给我们看一下。你们可以看到吗？可以，我看一下哈。OK， 来，可以开始了。So OK， 可以，就是在1975年的时候Amira 以前的名字叫醒利了。你们那些以前的现在的老一代哦，他们知道新力是什么公司啊，所以后来我们就为了要走进国际化，所以我们就请了那些brand consultant 啊，顾问啊，来帮我们改化一下，因为我们要走去新西兰啊、澳洲啊，还有国际的啦。所以如果你用新力啊，人家以为是你是卖药材啊这些，还是按摩啊，
对对对，有一点像了哈，姓李是有点 Chinese name 这样，有点比较安哥型了哈，所以为了转型，我们就改了这个名字。那我是很奇怪说，Amira 怎么样来的这个名字嘞？OK，Amira 哦，因为第一它是 start with A 啦，就是算 A 是代表排第一啦，就是在前面。Then Amira 它的英文名字哦，come from 叫 admire，就是欣赏，就是因为我们是卖那些high pressure laminate 不同的各自的 design 这些，等他们看了哦，就是我欣赏这个那些 design，但是我们就放成 Amira，admire 变得 Amira 了。I see。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这个 laminate，他们只知道说那种，no，你的那个 IC 啊，或者 certificate 去 laminate 那种 laminate 啦，或者是那个地板去 laminate 那种 laminate，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laminate 到底是用什么作用的。其实这个 laminate 呢，多数我们是用在橱柜，其实你们每天都会接触到的，你家的橱柜啊，这些都是就是会用到的。你可能在你做装修的时候，或者是你还没有做装修的时候，你的设计师不会讲到说这个 laminate 到底是怎么样做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说这个 laminate 到底是怎么样做成的。可以。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最简单的就是laminate 分成三种啦，就是一个外表就是 active layer，它的中间就是它的 design 啦，就是有各种 design like solid color、marble 木纹啊，还是很多 pattern 的。Then，它的下面哦，就是那个 core，就是 craft paper 做，叫牛皮纸。牛皮纸哦，就是那些你懂纸箱做的纸嘛，那些纸箱啊这些。OK，最重要的我们选 laminate 哦是两种啊，就是你选那个 design，还有它的 protective layer。Protective layer 就是它可以water resistant 啊，还有 scratch resistant，以及还有那些 texture 咯，就是你摸的时候有不同的感觉啊这些。对，有些会滑滑，有些是粗粗这样子的感觉啦。OK。好，对，那没错，我们，来，OK，我们的 laminate 说是来，因为我们已经有45年的经验了，所以我们通常的 laminate 是注重在 high quality 啦，所以我们是从德国、日本还有那些意大利的国家，他们那些 laminate 是从这些国家制造的咯。OK，其实，在新加坡市场上laminate 公司是蛮多的啦。在整个新加坡市场基本上比较就是比较有名，大概有多少间？整个 market？整个 market 如果算有名的啦，算好的 quality 的，我觉得是有4到5个了，蛮不错的。但市场上应该有10多间了总来算。蛮多的了，因为在新加坡已经有差不多33个到14个了，但有各种不同的花样了。就是说，他们的价钱也是有高也有低哦，差了，有一分钱一分货，肯定的。OK，我们其实不只是用一间啦，我们其实有蛮多间我们的 flavor，Amira 是其中一个我的 flavor 啦，我喜欢用，因为有一些谢谢。分啦，designer preference，其实每一间都有它的特色，所以有的时候要看设计啦，看设计，那我们就会选择不一样的厂商啦。好，那我们合作那么重要，就是其实跟厂商合作的话，就是它的 product 除了要好之外，它的 after sale service 也非常重要的，对吗？对，肯定的，这个是很肯定的，要不然不是好像我们卖了那些货啊，那些 laminate 啊，我们就是一笔勾销，就是这样。最重要是那个 service，因为我们是希望你们一直会用我们的产品哦。好，那我们开一个短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到底这个high pressure laminate 是怎么样子做的。我先稍微解释一下。OK，首先那些 laminate 哦，他们是这样，你们看那个左边，他们是这样厚度的，就是很多很多层纸啊，还有那些 chemical 这些，他们就要用一个高温的机器来刷压下去，变成，所以那 laminate 哦就变成它的厚度就变成 0.8 还是 1.0 mm。所以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视频哦，这个视频是我们的德国one of the 德国的 manufacturer 的，所以你们去看一下。可以，好。没有声音哦，是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的哈。
哦，没有声音的，我以为有音乐这样子，我就奇怪什么我以为我的筋有问题。那在看的童儿，我大概跟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哈，看什么朋友进来。嗨，let me see。Hello, Nicole. Yes. Lina. Aza. Priscilla. Hi, Suboy. Akang. Derek 哦，Richard 哇，设计师的大老板也是有进来看呢，可能，给 Chris、Jesslyn，OK，这个视频，你看它的过程哈、哦，就是要经过很多层、很多嗯，layer 哦，compress，然后才可以得到最后的那个效果，才是这样子哈、哦，一片薄薄的这个。Laminate 哈，对不对？对，对，对，OK，哦，因为他这个视频太长了，所以哦，我只是收到他是怎么做成的，好，那其实，在选择 Laminate 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们的可能有一些设计师并没有走到那么细啦，那么 detail 去跟你解释那么多，因为很多时候就要看情况，因为。可能太多东西，因为装修的时候哈，装修 involve 太多的细节了，所以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就是告诉你们，跟你们分享一下了哈。说在你做选择 laminate 的时候，有几样东西我们必须注意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常常会提醒，就是或者是会 highlight 了哈。When choose laminate 的时候，你会遇到些什么问题？因为每一个产品它都有 pro and con，不是说完美到完的。所以其实这个 laminate 这个 HBR 哈 laminate 它是来的尺寸就是四尺八尺，最大是四尺十尺，对不对？对对对，就是有，他们是通常是这样做的，最普通就是四尺八尺了，在本地上，那我们就会遇到说，如果因为尺寸的问题哈，接线的问题啦，如果你的那个 feature wall 太大的话，就是多过三个 meter 的话，多过三个 meter 的话，你的接线就是你必须做一些设计。如果你的设计师没有就是因为我有遇过，就是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故意就是做一些 trimming 啊、接线啊，或者是做塞的一些进出啊，来 break 掉那个 join line 的问题啦。还有一些屋主就是，如果你非常 concern about 这个接花的问题哈，就是 which is join line 的问题，你必须 highlight 给你的 designer 了。因为很多时候哈，问题就是发生在 miscommunication，因为可能就是沟通方面没有讲清楚，那可能做了之后，这个屋主才发现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他以为是 laminate 的问题，对不对？其实是不是 laminate 问题了，可是，因为我相信，好像 May 他刚才所提出的要有designer 要有经验，他们会放心，就是你可以放心的交给 designer，好像Meter Square 他们可以帮你哦，怎么样去跟你接那个线哦，所以哦，你看的时候就没有那个瑕疵，还是有或那些界限会扰乱啊，还是。接线还是会看得到啦，只是说我们要怎样去美化它，然后要怎么样去用设计来就是 avoid 那些接线啦哈。所以基本上你 trust 你的 designer，你的 designer 跟你做 design 的时候，他应该知道说要怎样配搭那个纹路是最有的啦。所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哈。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哇，我们还来到第二面哈，就有很多问题了。哎，你们不要紧张，先等一下我会一个一个哈回答你们的问题，一个一个回答你问题。哈，这个接线对纹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子啦。那还有另外一个是非常 common 的问题啦，就是那个因为 laminate 本身哦，它的后面这个是 laminate 的后面哈，这个是它前面嘛。前面有很多 pattern 的，maybe 前面是这样的 pattern 也有，然后后面是这样的 pattern，然后可能就是前面是这样白的，后面是这样的 pattern 了哈。每一次做图的时候哈，如果 designer 没有特别的 highlight 的话哈，你两片接起来的时候哈，就会有那个黑线的问题啦。这个是很 common 的 question，可是我的经验是每一次讲哦。我每一次叫屋主看呢，哎，你看啊，这个 laminate 它的 characteristic 就是这样的哈，它是因为四尺、八尺、四尺、十尺啊。我们有些时候 join 起来的时候，肯定会看到这条黑线的，他就会跟你讲说，哦，OK，OK，OK。然后到他的家啊，装到他的家的时候啊，他就会又再问这个问题嘞，哎，为什么会有这个黑线的哈？那就会觉得说，哎，我好像跟你讲过了嘞，
有咩？你有跟我讲咩？遇到这样的问题嘞，你们会有遇过吗？有屋主就是去你们的厂那边讲这个 common question。对，因为他们现在我看到很多屋主哎，他们是有时看到他们有这些烦恼，就是说我的 feature wall 啦，中间有一个黑线呢，我看得很难看，就是我就是这就是要就是一踏进那个什么客厅啊，我就看到那个黑线，然后就是感到心里很不爽，就是这样。其实基本上这个黑线是不能避免的啦，哈。如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但是这些方法哈，我们会解释给屋主听。第一，有些人他喜欢用来油漆啦，就是把那个黑线油掉。第二，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为什么。第二，可能现在你们现在有出另外一个产品，就是我们叫做solid core 啦，就是说如果前面是白色的话，后面呢，它不会跟前面一模一样颜色哦，它是会有一点米黄色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自己本身呢，我不喜欢第一油漆，为什么呢？这是个人喜好啊，没有说一定是这样子啦哈，对是对，individual preference，OK，designer preference。为什么我不喜欢油漆呢？你看这一次我跟你油，这东西油漆的东西是会脱掉，对不对？久了过了一段时间哈，可能2年3年，那个漆稍微脱的时候哈，你就会看到说，哎，为什么有一个部分是有油，一部分掉了，然后一部分有油，一部分又掉了，这不是更难看？如果你每一次叫卡潘都又再回来跟你油哈，它未必会调回一模一样的那个颜色，所以你就会看到可能有深有浅这样子的情况啦。所以我自己本身是跟物主讲说，我是不太喜欢油那个边呐。其实只要你的 carpenter 的手工好。其实手工很重要，只要你的 carpenter 的手工好的话，dry 的美的话，其实那条线是很 neat 的，generally 是可以 acceptable 的啦。那为什么不太喜欢用 solid core 呢？solid core 其实你放上去时候，它的接线它还是会看到那个线，只是那个线变成有点黄黄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久了就觉得好像那个黄黄哈，会有点很像旧旧啊，就是很像旧旧的颜色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不太喜欢用啦。那就看，因为每一个设计师有每个的那个 preference 啦，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 highlight，就是说，假设屋主你自己本身哈，你觉得这个黑线哦是很困扰你，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很不喜欢这个黑线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你 highlight 给你的 designer，那 designer 会跟你想一下要怎么样做。当然，我们在大的橱柜上面哈是。会看到接线，但是门的方面呢？如果门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ABS trimming 哈来 trim 掉它。所以可能就是说，你就在门方面哈比较小的那种门，用 ABS trim 掉它，你就不会看到那个黑的接线。因为有的时候这尺寸是 limited 的，有些地方不能够完全用到这种 ABS trimming。你有什么要补充吗？有的。最重要是，如果你们还我一个 idea 就是，你们不喜欢有那些黑色的线太明显，好像你用白色的 laminate 还是什么，就可以看到黑色的哦。你们也可以用深一点的颜色，所以可以好像就是盖掉那些看起来会把黑线哦没有弄到这样明显。对对对，选越深的那个 laminate 就看不到了。对，那我们打一下招呼哈，首发你们明白吗？我们会不会讲得太快，还是我们一直自己在讲这样的感觉？你们有没有学到东西？因为最重要是你们分享很重要嘛，对不对？分享给你们，你们会看得到。那我看一下那些 comment 哈，都是在帮我打招呼。Hi Jasmine，你好。Hi Alden，Yeah，me，Yes，Lina，Hello。有人问这个问题哈，我们到后面的时候会回答你。Got antibacterial laminate can kill COVID-19？当然，等一下我会回答你这个问题。How to maintain antibacterial laminate？等一下我会回答你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会放上来哈。哇，你们好急哦，这么多问有的。题。Hi Joanne，Good carpenter workmanship for middle square。哦，谢谢你，真的是非常谢谢你，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这个carpenter。有我的 customer 给我 testimonial，谢谢你啊。OK，so laminate 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就是那个 laminate 它也有 post form 的 laminate，对吗？对，就是说以前呢，我以前还没有那些油泼的时候哦，那我们那些阿嬷，他们是用这些 laminate 来做玻霜哦，就是那种以前坐的在做 table top 这样。桌面呐、啊，以呀，前先。的时候，现在科技发达了，现在开始用那些 quartz 啊，比较last longer 了，比较 durable 咯。
especially 在那个 kitchen 有吃的、啊、又来切啊切东西啊这些，他们可以防那些瓜啊、嗯、这些，嗯，那些 scratches 哦。OK， 好，这样我们再看，还有一个比较也是非常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啦，嗯、就是 OK， 如果你们看到这个laminate book 里面，因为一本 laminate book 里面哈，你们看哈，这 laminate book 哈很多哎、欸，这是其中一间公司哎、欸。如果我们给你四五间公司选的话，你应该有时也是头痛不懂要怎么选那个 laminate 哈。等一下我会分享说，通常 designer 是怎么样选的，怎么样筛选，筛选了之后，然后我们再给你们看说，哎，你们感觉一下。所以其实，在 laminate 的时候，尤其 Mira 他特别 highlight 这个 laminate， 就是它有一个 sign， 有一个 arrow sign 啊。这个 arrow sign 其实就是说，这个 laminate 是glossy 的，你只能放vertical 对吗？直放。就是脂肪，就是少接触的地方了。嗯，为什么呢？嗯，因为如果好像这些 vertical laminate 出来，他们不可以用在桌子的平面哦，因为我们有时用来写字啊、手动的地方，它会造成很多 scratches。所以 vertical laminate 哦、是拿来摆美啊，好像放在 feature wall 还是放在那个 shelf 的后面啊、就是来美化这些东西的。所以有时也 laminate 不适合放在那些 high contact area 了。OK， 就是说其实 laminate 也有分几个 finish， 应该我们有讲过它的 texture 啦、就是有 gloss finish， 有 matte finish， 当然它还有 semi matte 的开了。如果glossy 的话就是尽量说 super matte OK， 尽量 reduce 那个chances of fingerprint 是 sketches 这样子啦。所以其实 shining 的 laminate 好是什么呢？它其实是 suitable for 那些 contemporary style 啦，它看起来整个 glossy 嘛，看到整个那个 space 呢比较 spacious 的感觉。那 matte 呢，其实就比较不容易就是 scratch 到。那如果你用粗面的话，尽量不要用在太粗的，在你的厨房，因为在厨房其实是不太适合用太粗的 surface 啊，因为有油烟的问题哈、而且maintenance 也有麻烦了、啊，那些要抹啊，这些也是很麻烦。嗯 ，maintenance 也是比较麻烦哈。对，那我们看下一个，看一下还有没有？在这。啊，你们来了，你们要问这个问题，对，你们从我们的主角出来了。其实，在市场上哦，其实很多产品都现在的科技都很发达啦，在市场上很多产品哈、都可以有这个 antibacterial 的这个功能啦，就好像我们现在 COVID-19 嘛，对不对？我们上 lift 啊，我们上那个扶手啊，这些啊，现在他们都在喷一些 layer 啦 ，coating 在上面，所以 which is 可以说antibacterial 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个 laminate antibacterial 到底是怎么样去做的呢 ？OK， antibacterial 的 laminate 他们的做法是有点不同，就是他们会再加那些antibacterial 的 chemicals 哦。就好像 additive 啊，比如来讲有两种，就是用 coating， 他用了 coating 方他就把它渗在里面，那个 laminate 的那些皮啊就是渗在里面，所以它就会慢慢的 impregnated 啦，就是说慢慢的变成硬化啦。然后第二就是用那个 nanotechnology 他们所讲的，然后就是他们用那个 silver ion 的 additive 的、就是放在那边就是放在它的 laminate 的 protective layer 还有它的那个 deco。所以他们是怎么样？通常这些 laminates 哦，以前是用在 healthcare 啦、healthcare 来 hospital 啊，做食品的工厂啊，这些他们通常会用这些antibacterial 的。现在 because of 那个现在的情况哦，很多屋主开始问可以用在那个 kitchen 啊、厨房啊这些，因为那些是会吃进就是你 prepare 的东西会。ingest 在你的 stomach 里面哦，就是可以病从，就是好像华语讲病从口入或从骨出，是这样。对啊，它经过这个纳米科技。OK， 你看这第二。对。所以你看啊，他们不是 antibacterial， 不是好像它是怎么样做用处的嘛？就是它的外层哦，就是 when 它的 bacteria 啊还是 virus 哦，动到它的那个 surface 外，他们有一个 silver ion 哦，来破坏那个细菌的那个外表层。他们就不可以生存了，在24小时内哦，他们就被消灭，而且他们又不可以再滋生啊，就是 spread 那些 virus 了。所以你看那个 graph 在旁边哦，就是那个青色，就是这 antibacterial， 它的 virus 就不会，它就会减少，也不会去散发下去。As compared to 那些红色的哦，
红色的那个线就是说那个 laminate 没有那个 antibacterial， 它就会停留那边。如果你没有去缅甸好，它就会慢慢的去multiply 啊，then after 它就会去 spread 那个 virus 哦。哦，OK，那有人问哈，这个 antibacterial laminate 可以不可以 kill COVID-19 菌？所以那个我们的证明书他们有讲可以 kill 99.9% virus 啊bacterial virus，因为他们的刚才我所解释的就是它可以把它的细胞的外层啊消灭掉，就是把它刺破还是什么，所以他们就不可以去生存，就是说大多数是可以把那个COVID-19 给消灭，就是避免它去 multiply。哦，OK，这样要讲缅甸这个 antibacterial 的来宾呢，要怎样去照顾它？这个橱柜，这因为它粘在橱柜上面嘛，这 maintenance wise 哦，就是好像跟 normal 的 laminate 一样，就是你不要用太辣、太 acidic 的水，就是好像 bleach 啊、漂白石这些，只是用一个温水啊，还是用那个detergent 这样稍微的轻轻的抹就行了。OK，刚才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吧？How to consume 那个 lie 的意思就是那个 black lie 的意思啦，哈。刚才已经回答了你哈。那Hi Dan，Mr. Dan，哎，Thank you，prevent moisture 啊。他问你这个 laminate 要 prevent moisture，其实 laminate 本身，OK，moisture，来讲，OK，laminate 本身哦，它不像木这样啦，因为木哦，它们有那个吸收孔哦，那些breathing hole，laminate 本身是它是一个 protective layer，它没有那个毛孔，它是不是 porous 啊，他们说英文讲的 porous，所以哦，that's why water 就是一倒下去哦，它不会去吸收进去，为什么？That's why 它可以 prevent moisture，That's why 所以哦，那个 laminate 我们也可以 consider 叫 water resistant also prevent moisture。那他们有朋友问说，那个 laminate 我们可以不可以洗？就是抹湿布抹啦，应该是湿布抹。应该这个是当然的啦，因为我那没有问题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对对，这个没有问题哈。所以你可以用湿布抹，因为我们每次煮完之后，我们就是洗水啊，然后湿布啊抹上去啦。所以你这个 antibacterial laminate 呢，是其实它会就是。可以就在 within 24小时里面呐，哈，可以 kill 哇 kill bacteria 对，你家如果会不会比较贵？有顾客问，稍微啦，像一分钱一分货啦，就是说，你要用 antibacterial，that means 你要付这样的价钱哦。可是你用那些 non antibacterial，不代表它不是 antibacterial。你们也可以好像用那个 disinfectant 啊来 spray 哦，你也算是 antibacterial 吧。你要每次去那个。稍微会多一点点啦。那我们看一下，说怎样照顾，怎样缅甸那个 laminate 嘛？如果你的家的橱柜呢，要怎样缅甸那个 laminate？OK，我先讲，就是说，antibacterial，如果你们要知道是我们的laminate 是 antibacterial 哦，我们也可以 provide 你们那些证明书哦。OK，所以跟你的 designer request 啊，可以跟你的 designer 对 request。这个是 traceless。等一下哈，等一下再跳上去。有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有人问，nano 在 laminate 什么时候 kill bacteria？就是OK。它不是 kill bacteria，它就是在那个，它会给它逗留在那个surface 那边超过24个小时嘛，对不对？就是一动到了哦，一动到那个 surface 哦，它就会被消灭掉了，因为他们有那个，你有没有看到它的那些它的外皮哦，他们有一个 silver ion，他们 silver ion 好像会刺破他们的那些 laminate 啊，他们不是 laminate，刺破他们的 virus 啊，那个他们的细菌的皮外表层。OK，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哈，这个 laminate 因为现在的设计哈，就是比较多人喜欢用黑色嘛，对不对？黑色因为 glossy 很多 fingerprint，有的屋主就是很担心说用 glossy finish 的 laminate 在厨房橱柜啊还是哪里的话，或者是用深色的话，你按在手油油嘛，或者是水按上去就很多那些 fingerprint 啊，所以现在 Amira 其实有出一个 traceless，就是看不到 fingerprint 的，对吧？不是完全看不到，是没减少了，就是减说 resistant 了，减低了，就是因为OK，这个我们的这个 tracer 的产品哦，是从日本发明过来的，价钱哦就是跟普通的 laminate 差不多一样，可是就是说
我们会专门focus 在dark color 的 laminate， 因为 dark color 的 laminate 通常会看到树脂液，所以有这个 technology， right， 所以你们可以放心的去装在你们的客厅啊、厨房啊这些，因为现在黑色啊，还有那些深色是比较很多年轻人比较 popular 了，不要像这样了，他们可以放这样大胆的去放。要不然如果没有 fingerprint 的话，你看起来有很多指纹啊，那你觉得整个地方很脏啊？对，很像每天是黑色，很多人会这样子讲。我的顾客有些会讲说，哎，黑色看不到肮脏，就是你自己在骗自己嘞。你放黑色哦，灰尘哦，更容易更明显啊。就是对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些 option 给屋主这样子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怎么样做 maintenance 啊？对对，这个是OK 啊，每天呢，刚才我们所讲的咯，就是用那些那些最基本的，就是用那个鸡毛手给它 dust 掉，还是用温水啊这样抹掉就行啊，还是猫底的绢呐，因为这样哈就可以保持 laminate 的鲜艳还有永久，它可以保存的比较久一点。对，什么东西都是要照顾的啦，好像给你一辆车，如果你没有去 service 的话，那车也是会坏，就是这样。所以每天对对。家里要有做一些缅甸的呢，只是说要注意的就是不能用一些太过 strong 的 chemical 来洗的。对，好像那些你们有时遇到那些很难抹掉那些 stain 哦，你们可以用那些baking soda， 还是用去代售买一个两块钱的那个melamine sponge 去跟它抹掉了。如果在那些婴啊小孩子去。不小心去弄沾到那些 laminates 啊，等你又不可以抹掉，你们可以试用那些指甲，稍微试用那些指甲油来抹掉，这样就不会损坏到那 laminates 哦。千万哈、不要用 wax 啦，因为 laminate 不是木做的，他们不是木来的，他们也没有那个呼吸孔，所以哈、你越抹越多那个 wax 啊，等你越看到那个 laminates 啊，越来越不鲜艳，就是它颜色越来越暗，越来越高啊，越来越没有那个色。这些就是bright 没有这样 bright 的，then 这个最重要就是最好是不要用这些有 Clorox 啊、ND stain 啊这些，这个会损害那些 laminate 的皮。OK， 这个要小心，稍微注意。不要用太强的这些了哈。这个，对了，有朋友问哈，I'm pretty try to maintain my house. If I have tenant or kids at home, which laminate is the best for easier maintain?So， 这个其实是最好，你不要，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可能你不要选太粗，也不要选太亮的啦 ，in between 的，连颜色方面呢，你选比较就是浅木色 ，I think is the best to maintain 啊，不要选太深 ，in between 这样子，我是觉得会比较容易 maintain 啊，因为你选太 green 的话，等你每天就会看到很多 fingerprint， 等你很 fed up， 等你选太深的话 ，unless 你用那个 traceless 的 laminate 啊。对不对？但是灰尘还是会看到的，我是这么觉得啦。通常会 advise 你选择比较有点 Scandinavian look 的那个 design， 应该会比较容易maintain。其实明年是 easy to maintain。这个。对了，就是 easy to maintain。So， 我讲到这个 website。对，哇，这个是重点的，这个是重点，因为很多时候哈、屋主在选 laminate 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烦恼，因为市场上很多间嘛，如果那个 designer 拿四五本给你选的话，你也是不知道要怎么选啊。通常我们 designer 哈会就是说，等一下哈，我把这个 pad 拿掉先，看得到，就是 designer 会画一个透视图，画了透视图之后呢，通常 designer 就会就是先跟你 blend。他们心目中已经有一个 idea， 要怎么样跟你搭配整体的设计了。那他会选了出来之后，其实你如果上他的网站看，他会写得很清楚，这个它的厚度是多少，它的 surface 是 matte 的，然后它是 green label 的这些。如果你选深色的话，他也会 indicate like fingerprint resistant 啊这些东西。那他就会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呢，就会给屋主去选择。但是现在其实还有一个。这个 Amira 其实刚刚 launch 的这个 website 哈，就是在今年刚刚 launch 这个 website， 对不对？
年头了啊，年头一页，年头。那有一个 feature 是很 amazing 的，我觉得啦。那你们在magazine 上面哈，你们在 magazine 上面如果看到有一些 design 你很喜欢的，或者你看到一些 picture 在网站看到一些 picture， 你觉得那个design 你也很喜欢的话，你可以做一些 research， 就是其实你可以上他的网站去，然后他好像淘宝这样的，对不对？好像淘宝这样，你可以 scan 进去，可能对，就是你说一下他的 concept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OK， 你进到我们的网站来，就是你看到那个 product match make like 好像你在电脑哦，你们看到你们喜欢的那个颜色，可是你要知道是用什么 language， right？你们就把它 save 下来，然后你 drag 过去那个 epic 我们的 website， 然后他们就会帮你去找哪一个 laminate 是 equivalent 还是 match 你们要的 laminate 你们要的 design， 是这样，然后你们选了后，他们很多那些product 资料全部都在里面。如果因为现在我们在怎么讲，我们现在在慢慢的收集这些 project reference 啊，所以哈屋主你们选的哦，你们要看他们apply 的哦 install 的是怎么样真正的是怎么样的 appearance 哦，你们可以 click 在这些 project 这个laminate 是 one of my favorite 嘞，这个 laminate 是我的其中一个 favorite， 哇，我喜欢它的感觉，有眼光的，有眼光，这个是蛮多人喜欢的OK 好。所以就是说你上网去 search 啦，你可以 scan 那个图片， scan 的那图片它就会自己多出一些 similar 的 design 出来，所以就比较容易去大概有一个概念说要怎样选择那个laminate 啦。对。OK， 这是另外一个 example 咯。这个是还有一个特色。其实这个特色就是你们这个 laminate 是就是跟一个 artist， 对吗？ local artist 合作的一个 laminate。对对。因为来，它这个特色 OK， 因为那个特色哦，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支持本地的画家啊这些，以及我们好像去拿迪士尼的 Mickey Mouse 啊这些，我们要给外国人的版权啊，不如我们支持我们的国家的 artist 啊，来 promote Singapore 的风味。这个特别是什么呢？你的孩子很喜欢画墙壁，对不对？你可以做这个 laminate。在你的橱柜还是在你的墙壁的 feature wall， 它可以用 color magic color 哈，就是去 color 它， color 之后又可以擦掉的这个就是特别好的。所以这间房子的屋主我们也是有 promote 它，它就是像这样子，你看，它可以 color 在那个 laminate 上面，这是用magic color 哈，对吗？ magic color 你可以用那个 magic magic color， 还有那个 water base crayon 还是 color pencil， 所以这个很容易擦掉，就是用那些detergent 这样稍微抹就可以抹掉了，就是踩完之后然后它可以抹掉了，就可以给你的孩子有更多的创意哇，这个是非常好的，如果有孩子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考虑这个 laminate， 不错。OK， Hi， 我们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OK， Hi ChrisChris 问 glossy laminate can see fingerprint? Yes， 对，除非你选那个 traceless 的。OK， hello， 下午好。OK， 所以现在我们的 presentation 差不多了哈，就已经完了。对了。已经完了。所以你们现在对你们的这个 laminate 的了解是不是有了解到在这个分享里面？所以当你们去，不管你现在是要装修或者是将来要装修的话，其实这个information 其实是蛮有帮助的啦。你可以跟你的设计师有更好的沟通那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只要你 tag 我们的，如果你的朋友错过了今天的这个live show， 那你可以 actually 去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在我们的 Facebook live 那边重新再播一次。所以我们要开始玩一个游戏了。如果你们就是tag 你们的朋友五个朋友还有 share 出去之后那么我们会Amira， 你知道 Amira 怎样 spell 吗？我先给你看 Amira 要怎么 spell 先我们Admira， A D M I R A， 给你们看 A D M I R A，
所以等一下你们打 Admira 进来，然后我们就会在朋友们之间，我们抽朋友送那个20块的 NTUC voucher， 所以你现在要准备哦，准备打，只要在 comment 里面打 Admira 进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会 random 的抽，看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可以拿到这个 $20 的 NTUC voucher。所以我希望说今天我们的分享，好，那我讲一二三，你们可以打了哈，一二三，你们可以打这个 Admira 进来了，打一个 Admira 进来 ，OK， 尽快的，就是打这个 Admira 进来。所以 Kenneth 其实今天的分享，发射 finger， 准备 stand by 先 ，Admira， 然后就 enter， 快点 enter， 你们可以打，不一定说你打第一个你就会中哈，你打第二个你就会中哈，你可以 repeat 的打，但是我们play， 然后我们就会抽第几个这样子 ，number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然后你然后收等一下哈，这个 Kenneth 你要讲一个幸运号码出来啦，那我就会在我的这个 screen 这边哈算，从前面算起，接下来的时候是第几个，所以我要看从我的电话里面看哈，说到是多少个，打等他们打，再给一点时间他们打。所以等一下你就给我幸运号码啦，如果你说3号、5号、8号、1号这样子的情势，所以我们就会抽那个幸运儿上来，看是谁可以拿到这个Admira 的这个20块的 NTUC voucher 哈。我们会怎么样发给你们这个 NTUC voucher 呢？我们会寄给你们啦，因为现在我们也不能够face to face， 所以如果你念到你的名字啊，念到你的名字你就帮忙 screenshot 下来啊 ，screenshot， 然后 WhatsApp 我们这个号码哈，如果念到你们名字，你 screenshot， 然后 screenshot 下来，然后 WhatsApp 我们这个号码，然后我们的后台就会联系你们，怎么样去跟你们拿，要讲 post 给你们这个 NTUC voucher 啦。那还有朋友们，如果你的朋友呢想要联系我们做这个 virtual tour 的话，你也可以 WhatsApp 我们，只要 WhatsApp 我们，然后你要拍一下这个 screenshot 也是可以，那我们的设计师就会联系你们。那我们看一下说现在进来的朋友哇，很多哈、哦，差不多很多了。OK， 可能你先给我一个号码好不好？那我要从前面算起耶。好，我们今年我们的 luck 没有这样好哦，所以我们来一个好的字头了，就是。Number eight 啦，就是发了，我们一起发。今天我们try to一起发。OK， 这样我要算一下，要讲给你们看 screen 呢，我就从我的手机这边看了哈，手机这边看起，你从这边算起，八号对吗？对，八号。八号啊，哎，你们看得到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 Kelvin。EU 什么 Kelvin U 啊，对吗？讲读他的 surname 是 EU， 八号是 Kelvin， 等一下我放 Kelvin U， Kelvin U， OK， 八号是 Kelvin U， OK， 这个八号 Kelvin U， OK， 然后我们一共有恭喜 Kelvin U 啊，你要 screenshot 来，你要记得 screenshot， 等 WhatsApp 进来哈。那我们还有，你再给我一个号码。几号 ？OK， 我们有五张。Since Admira 是对，OK， 我们since Admira 是 A 嘛，所以 A 字头我们就要放一号。一号哇，一号啊，一号我看一下哈，一号，一号是，一号 ，OK， 一号是，你看啊，这个一号 Kenny SS 用。一号 Kenny SS 用，可、okay, 以恭喜啊，恭喜 Kenny， OK， 一号，恭喜 Kenny， 恭喜 Kenny， 你要就是 WhatsApp 我们哈 ，screenshot 哈，你刚才有没有 screenshot 到这个？你们 screenshot， 然后 WhatsApp 我们 ，screenshot WhatsApp 我们啊，所以我们去了，我们还有三张，所以再给我那个号码三张，OK， 8号 okay, 8号有了，1号有了，快打进来，你还有机会的。穿一个9号。9号啊？9号。9号。哇，我要算呢。我看啊，你们打进来。
要算，从下面算起。刚才八号那个是 Kel， 就是 Kelvin U 下面。哦 ，Edmund C 是谁？有的 Edmund，给我看一下。Edmund 下来，这个 Edmund，OK、okay?。所以等一下你也是要 screenshot 下来，这个是九号哈 ，OK。来，后面还有一些朋友有打进来的朋友，哇，不错啊，还有很多人在打。大概有几个？大概有几个？不知道哎，到后面你不可以讲啦，有几个？那你可以讲，你刚刚好玩啦。OK OK 啊、对，嗯，我都漏抄了。Okay, 还差两个、OK， 现在我让超过一次的，因为这个是看辣的哈，你们可以打超过一次，我们随便讲号码的，没有 bug 的嘞哈。等一下我看哈，这个我要讲，我已经找到 lost call 了，我要把他的那个名字放下来。OK， 你哎，还有两张，哇，死了 okay, lost call，找不到他名字放下来了，他不在哪里？我看一下哈、问我在哪里？等等啊，给我一点。太多人了。对，因为我要把他的名字放下来，因为他已经写下来了这个名字。你要 screenshot， 然后 WhatsApp 给我们。哇，等一下，我这在哪里？找不到他的名字，怎样放下来？哦，在上面，上面是找不到。OK， 下一个，嗯，下一个OK， 五讲后面号，嗯。你放一直放前面，你前面的人有机会，后面的人没有机会。你可以放人力。OK， 后面OK， 我们最后我们放在后面了。人刚才我都讲了 ，to be fair 就是五号了。五号啊。刚才我讲了个五号。Okay, 好，五号哦。嗯。五号啊，哇，要很推到很上面去耶。我从这个 screen 看比较容易耶，因为哈、我的手机哈、要 roll 到很远去。我看我的这个荧幕这边哈、看一下哈。嗯，我算一下，五号，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等一下，一二三四，哦，这个，这位先生 ，Mr. Ang Derek， 你可以得到，恭喜你，可以得到20块的 NTUC voucher， 所以你记得要刚才我说了，你们要 screenshot 这个，然后 WhatsApp 给我们，那我们会联络你们怎么样拿到这个。NTUC voucher， 恭喜你哦！要回应哦，得到的朋友请回应一下。恭喜 Derek。I'm Derek。OK。对。好吧，最后一个了。Then， 要不要大的数目？就是十二。十二啊！哇，很后面呢。12。我要从前面算。你要。我要从前面算。就是要一个一个算。我知道这种哈游戏时间哈是蛮刺激的哈，你们要听完就有游戏好玩了，前面又可以有知识，后面又有礼物拿，你看这节目多好，对不对？所以每个礼拜你们一定要记得收看我的这个妹姐闲话家常，那你们就会有分享礼物。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特别来宾，然后特别来宾会有一些奖品可以分给你们，然后你们又有知识，然后又可以帮我分享出去，对不对？这个平台不错吧？然后我们可以沟通交流一下，如果想念我的朋友，很久没有看到我朋友，也可以上来我的直播跟我沟通一下，所以我分享一下我在设计的一些知识，然后就是希望说可以帮助到你们啦。当然你们来找我做设计就更好啦，自己打广告，你看推那么久了，哎呦，会不会上到上面去？刚才有一个我从后面算起，九号那个是谁啊？九号。因为他们一直打我很难算，上面的已经算不到了。九号刚才有一个九号，上面算不到。我这个 screen 已经推到太上面去了，停了，不要再打了。你再打我算不到了，等你们了，不要再打了，再打下去我看不到了。Amira 你应该很红了，他们一直打 Amira 嘞，我要从前面算。对，十二号对，刚才你说十二号对不对？十二号对吗？有十二号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Jocelyn Chia， 有个 Jocelyn Chia， 我在我的视线推不到了，我看一下这个 第十二个是这个 Jocelyn J Jocelyn， 看到吗？这个 Jocelyn 你看得到吗？Jocelyn Chia 第十二号，因为我还恭喜 Jocelyn Chia， 恭喜 Jocelyn， so OK， 五张分完了，五张分完了。谢谢 Amira， 非常感谢 Amira， 谢谢 Meter Square， 赞助这个20块的 NTUC voucher 给我们的线上的朋友，希望你们都 enjoy 我的这个live show。那我也希望说，在这个 live show 呢，能够分享到一些不一样的装修的大小事啦。哎 ，Jocelyn 上来了，谢谢，对，是你 ，OK， 是你啊 ，OK， 你要记得联系我们哦，没有联系我就是不知道要怎样联系你了，因为太多 comment 我们很难上去一点。对，谢谢你们，谢谢 Amira 的这么支持我们啊， okay， 所以谢谢各位线上的朋友，谢谢。对，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啦。那你当你也要记得帮我分享出去哦。如果你们有朋友要装修房子，或者是说想要得到我们的这个visual tour 的话，请 WhatsApp 我们。请记得 WhatsApp 我们98625790 98625790。那我再给你们screenshot 一下刚才得奖的朋友，也一样 WhatsApp 到这个电话号码98625790。 OK， 谢谢你们的就是支持，谢谢你们。 OK， 我们今天就到，谢谢你们。 okay， 谢谢 Amira， Thank you， bye bye， see you again，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